长耳朵狗狗的品种。苏鹏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神经内科专科医生。常见长耳朵的狗狗的品种，比如比格犬、纳长犬、马尔济斯和可卡犬、圣保大犬、巴吉杜涅犬以及寻雪猎犬、贝宁顿，这些犬种一般都是来自于欧洲国家的犬种为比较多。长耳朵的狗狗长期把耳朵耷拉下来，有起到遮盖的作用，但相应来说这样并不好清理它们的耳朵。在饲养类似的狗狗的情况，需要定期的给它们清洗耳道，特别是洗澡的时候需要避免耳道里面进水，每次洗完澡之后都需要给它们清洁耳道，避免耳朵太潮湿引起一些耳朵的一些问题，比如继发细菌或者是真菌的感染。同时也需要给它们定期做好驱虫，避免引起耳螨的感染。